旺角是香港比较热闹的地方，交通是很发达，然后人口密度也挺高。闹区之中，它有一个很新的住宅，就是旺 SOHO， 身后就是朗豪花，就从旺角过来，大概是一分钟左右就到了这个旺 SOHO， 是市区的小户型，可以用来收租或者是投资的。整个项目是性质还有重建局合作开发的，它有自己的小商场，逛起来还是挺好的。在旺角你不愁吃的买的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们上去逛一下，我现在带你们看一套一房285尺的装修的一房，就是一进来有一个长方形的客房厅，然后放了一沙发，这边可以做电视，然后有一个比较长条的露台，然后望出去的景观还是挺好的，因为它比较高层嘛。这边还有一个 L 型的厨房，然后它的楼顶很高，做简单的储物还是可以的。它的浴室很漂亮，都是云石，整个洗手间的空间很大，基本上你走动还是很容易的。它的配套也很好，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一房，放了一张床，做一排衣柜，然后一个床头柜，一个大面积的落地窗，整套房用起来还可以，然后它总价大概是620万左右，你觉得值吗？拜拜。